我们收拾一下东西，下午就得走。好。哦、啊，哥，嫂子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怎么了，这是？哎呀，没事，前几天去果园滑了一跤，脚崴了，没断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啊我们才出去3天就弄成这样，我来。小硕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好。我跟小叔都说好了，阿杰那边我们去交接一下就可以出发了。可是小叔现在这样，他脚崴了，几天就能好？我还是放心不下。我们把果园、茶园都承包给阿杰，这钱够小叔每年生活开支了。可是你别可是了，你知道我就为了这个项目花了多少心思才给你拿下了吗？你难道想从你的果园过一辈子吗？小叔，哥，你放心，我同学玲玲一会儿就来接我了，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。这一块，这一片都是你叔叔，要不咱俩一起算算？哎，咱兄弟还信不过吗？你点就行了。那我一会儿算好了打给你啊。打给小叔就好了，账号我一会儿发给你。那一路顺风。再会，再会。早安呀，小叔。人呢？哥，我同学来接我了，先走一步喽。我知道你也舍不得，但男人当以事业为重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，你放心吧。送别的场景太伤感了。所以我就不送你了。走吧，这也是小叔的期望。走吧。走啦。小林吗？是哦。小林，哎，峰哥，你怎么在这啊？我刚准备送我姑妈上车。好，谢谢你了，这几天小叔靠你照顾了。啊，小叔怎么了？他没跟你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那没事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哎呀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可是动车要到点了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你别走。走，我背你回家。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想吃你做的菜了呗。哥，你好了，今个小子还会定位那么好吗？等你嫁出去了，我在急啊。等你结婚那天，我也想这样给你背上车。我嫂子呢？回去再说吧。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饭。哥，嫂子呢？这我应该在生我气吧。哥。哥，嫂子电话一直打不通。我改天会跟她解释的。你说不怕她再也不理你啊？小叔，人生有时候没法选择，我不能贪图所得到的，而忘了自己祖宗姓什么。哥，你这样不值得。得到你想得到的，和守住你不想失去的，你怎么选择？不入赘的话，他们要求这个锁，我觉得我能做到。哥，我会帮你的。吃饭吧。嗯。